嗱，今年十大中文金曲咧就廿五周年啦，即系同谭咏麟咁大噶啦喎，咁喺过去呢25年咧，我谂喺台上领奖又好，颁奖又好，歌声讲得最多嘅咧，都应该系呢句。多谢，多谢晒你，多谢，多谢你哋，多谢，多谢你哋，多谢，多谢，多谢，好多谢，多谢你哋，多谢你哋，多谢，多谢各位，谢谢，多谢你哋。多謝 ，thank you，thank you， 好多謝啊，多謝，多謝，好多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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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曬，謝謝，多謝曬，都好多謝 ，thank you， 多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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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多謝曬，多謝曬，好多謝，多謝，多謝，多謝你哋，多謝，多謝，好多謝，多謝，多謝，多謝曬 ，thank you。好啦，咁啊，嚟到事先，因为我哋见到全国中十大中文金曲过去咗25年，真系不经不觉吓。四分一世纪里边咧，我哋睇到好多喺乐坛上边嘅一啲殿堂级嘅巨星不断涌现，佢哋对乐坛嘅嗰个支持同埋嘅热诚咧，可以话就系我哋值得向佢哋表扬同埋尊敬嘅。冇错啦，所以喺今晚咧，一共会颁发25个。金曲銀禧榮譽大獎，俾喺過去咁多年裏面支持我哋中文流行樂壇一啲巨星同埋幕後嘅精英嘅。在这个时候，我们请这么多位在今届金曲银禧荣誉大奖里面获奖的得主上台接受这一份荣誉，见到很多老友记在这里，非常开心。在过往25年来，我们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每一年都会同不同的慈善机构举行筹款的，直至到今日，我们所筹得的款项是超过3700万嘅喎！哇，呢、這个数字值得高兴吓。冇错。亦都因为咁高兴，亦都呢个时候，亦都历届金曲里面嘅受惠机构嘅代表咧，亦都喺度上台为我哋大会颁发金曲银禧荣誉大奖，俾各位得奖者嘅广播处长朱培庆先生。另一位都系主人家，系仁济医院主席陈耀星先生。跟住系请香港红十字会主席杨铁良先生。是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主席陈永华教授，跟住是香港公益金董事陈旺穗女士，九龙乐善堂主席何耀明先生，国际狮子会303区文锦欢总监，香港女童军总监吕苏以丽博士，保良局副主席黄志豪医生，仁爱堂第一副主席颜宝玲女士，有请。恭喜晒你哋，多谢晒你哋对我哋本地乐坛嘅推动，多谢。多谢香港电台，
俾我哋咁大嘅支持，所以唱片界咧可能越嚟越好噶啦。其实我哋好 young 下嘅啫，仲有排玩嘅。希望五十周年咧都会见到大家，见到我哋啦。音乐永远都系长青啊！希望会继续作多啲好歌俾各位欣赏我哋歌曲嘅朋友。好荣幸可以同咁多咁有才华嘅艺人企埋一齐。好多谢，我希望可以再有机会唱多啲好歌，多谢晒。好多谢你哋大家嘅支持，好多谢唱片公司，咁啊希望以后我仲有机会唱到啲好歌啦，多谢各位。好多谢港台俾我咁长情嘅奖俾我，下次仲有冇啊？多谢。啊，好多谢所有支持汪明荃嘅朋友，多谢晒你哋，我会继续努力，多谢。希望新嘅一批嘅乐坛精英分子咧，继续努力做好啲我哋香港嘅音乐，多谢。我都希望以后都会唱多啲好歌，回应所有喜欢我哋嘅朋友，多谢。喺呢度多谢大家中意听我啲歌嘅朋友，同埋祝大家新年快乐同埋身体健康。我系2003年嘅新人，我会继续努力嘅，多谢晒。多谢香港电台，我希望所有乐坛幕前幕后嘅人都紧记住做好我哋嘅音乐，因为好嘅音乐先至系乐坛真正嘅推动力。多谢。喺呢一刻，我哋就一齐合唱呢一首写下咗香港人努力奋斗不老精神嘅呢一首《狮子山下》，我哋一齐欣赏佢嘅歌词，一齐共同向前，永远不言败。难免亦常有泪，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人生不免崎岖，难免绝无挂虑。几时同舟在狮子山下写共聚，抛弃去分求军队。大家一齐唱，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到咗而家第25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已经接近尾声啦，但系同时亦都标志住十大中文金曲迈向一个新里程。喺呢度亦都系衷心多谢25年嚟一直支持十大中文金曲嘅每一位朋友，多谢你哋！约定大家七年26周年十大中文金曲嘅时候，我哋再见。喺度同大家讲声拜拜。拜拜。